阿弥陀佛，大家好。上堂课我们共同学习到《吉祥经》正宗分第九首偈的第二句，领悟八正道。通过学习，我们对八正道的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以及正精进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今天我们接着来看八正道里面的最后两点内容。第七，正念，念是念头，正是对邪来说的，正念就是不生邪念。大德们讲过，说念字上面是一个经，底下是一个心，可见我们修行要能够把握住现前的这一念，让这一念安住在当下，清清楚楚、分分明明的了知，现在起的是善念还是恶念。我们学习了八正道，就是要练习常住于正念当中。如果有了正念力，虽处于世俗，也能够念欲归真。虽然在世间的五欲境界当中，也不会被境界所转。这就是正念的力量。在生活当中，接人待物要练习来者应、去者净，没事儿不找事儿，有事儿不怕事儿。悟道要从心里来修，否则即使每天打开念佛机念个不停，自己却边看电视边说笑，对于悟道来说也没有多大意义。念佛机是用来提起正念的，听到了佛号就要提醒我们提起正念。我们手里拿的念珠，为什么要拿念珠呢？那念珠为啥叫念珠呢？那手拨念珠就是要提起自己的正念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第八，正定。正定是指无漏定，漏是漏落生死的意思，有漏就会有生死。无漏是说烦恼断尽，不再漏落生死。有的人为什么智慧大，而有的人为什么愚痴呢？烦恼少一分，智慧就会开一分。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，悟道了什么呢？奇哉奇哉，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佛说，原来一切众生都有同佛一样的智慧功德，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正德呢？后面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原因，但因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正德。众生的烦恼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从分别执着当中来的。人家赞叹两句就高兴，若觉得别人说了自己一句不好的话，就对他产生执着。今天记得某某人骂了我，明天还会想着某某人说了我一句不好的话，后天还在执着那句话不肯放下。我们想想，不丢下执着能得到解脱吗？修行就是要明白这一点。
下真功夫才可以啊。正定的产生要以清净持戒为基础，在实际修行当中要能够学会一心专注，心不向外持散，让正念的相续来引发正定。正如经中所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以上简单介绍了八正道，总结一下，八正道能够引领我们解脱生死乃至成就佛道。八正道里面的正语、正业、正命属于戒的范畴，正念、正定属于定的范畴，正见、正思维属于慧的范畴，正精进则能测立三学的完成。关于八正道，再次只是浅显的给大家说明了一下，在以后的学习当中，相信我们还有机会深入讨论。接着我们来看这首偈的最后一句，实证涅槃法。这是说，如果能够实实在在依照八正道去修行，就可以证得涅槃。涅槃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，有灭度、寂静、圆寂等意。要想证得涅槃法，约小乘来讲，一定要断见思惑，灭生死流转的苦。只要出了三界，我们就可以不受分断生死的苦。但离成佛还很远，必须要发菩提心才能成佛，证得大乘究竟的涅槃。总之，我们想得到吉祥幸福，就要过清净自律的生活，认真的思维实践八正道，证得涅槃寂静之法，这才是最吉祥的。阿弥陀佛，大家好。上堂课我们共同学习到《吉祥经》正宗分的第九首偈，自智净生活，领悟八正道，实证涅槃法，视为最吉祥。通过学习，我们对于八正道有了初步的了解。今天我们接着来看正宗分的第十首即八风不动心，无忧无污染，宁静无烦恼，实为最吉祥。这首偈的大意是说，看破世间虚妄不实的种种法，不去随着利衰毁誉、成积苦乐、
八种景缘，或者喜，或者忧，内心保持自在宁静，不起贪嗔痴等烦恼，这是最吉祥的。首先我们来看这首偈的第一句，八风不动心。八风也称为八法，因为这八种法像风一样煽动人心，所以称为风。八法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就是利、衰、毁、誉、成、饥、苦、乐。所谓利，是指的利益，广义来说，凡是对自己有好处的都可以称为利，如世间的钱财或其他好处等等。衰是说的损减，失掉了自己可益的事儿。但凡能够损减于自己的都称为衰。它与利是相对的，一个是得，一个是失。一般人在利来了的时候就会被利所转，又在失去的时候又被失所转，所以很容易陷入苦恼当中。会失之诽谤，无中生有，虚构不实，通常是指在背后诽谤。誉是赞誉，一般是说在背后说善言赞誉。称是称赞，称和誉少有不同，称赞常指当面赞叹。讥是讥讽，这是说因为讨厌某一个人当面讽刺挖苦。苦以逼迫为业，逼恼身心，所以称为苦。当遭遇恶劣景缘的时候，身心受到逼迫就不自在了。乐是欢悦的意思，悦于身心的就成为快乐，遇到了好的景缘，身心就会欢喜。以上简要介绍了八法，不难看出八风从内容上可分为四点可依法，就是利、欲、嗔、乐，以及四点不可依法，就是衰、毁、饥、苦。对于佛弟子来说，这八法都是考验，所以我们应当时常检点自己是否被这八风所煽动。下面我们来讲一个有关佛印禅师和苏东坡的故事。佛印禅师是宋代著名高僧，很了不起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时常去亲近他。有一天，苏东坡写了首偈，就是几首天中天，毫光变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。写完以后就让书童划船过江给佛印禅师送去。佛印禅师看到了苏东坡写的偈子，在上面批了两个字，就让书童带回来了。苏东坡看到佛印禅师批的两个字，马上怒发冲冠，划船去找佛印禅师。佛印禅师见苏东坡来了，说道：“
你不是八风吹不动吗？怎么放屁两个字儿就把你打过江来了呢？从这个公案当中我们可以看出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此金莲，这句话说起来容易，但在八风跟前能够经得起考验，不被紧转，却不容易了。念佛修行，不管遇到什么境界，这句阿弥陀佛都要坚持到底。风来，阿弥陀；雨来，也是阿弥陀；力来，阿弥陀；衰来，还是阿弥陀；毁来，阿弥陀；欲来，仍是阿弥陀。看护好自己的心，不要被八风所动。看看怎么样？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首偈的第二句，无忧无染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心如果能够不被八风所动，就会远离恐怖颠倒。学佛就是要把世间人所迷了的、颠倒了的给他颠倒过来。要知道我们的心从性体上来说是清净的，没有染污，但因为有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就被染污，并且产生了颠倒。颠倒可以分为四种：无常常倒、无我我倒、苦味乐倒、不净净倒。这四种颠倒的大意是说，本来世界是无常的，没有不变的事物，但凡夫却认为是常，所以就有了无常常倒。本来一切法无我，众生却执着于我，这便是无我我倒。本来世间有种种的苦，但众生颠倒认为是快乐的，所以说苦为乐倒。再者，本来世间有种种不可爱、不敬，但众生颠倒了，就将不敬执为敬，这便是不敬敬倒。我们为什么会有苦恼呢？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被利、衰、毁、欲、嗔、机、苦、乐这八种法所煽动，从而产生恐怖。恐怖的根是颠倒，颠倒又是因为迷了。众生从什么时候开始颠倒的呢？从于无始起无明，就像一个圆没一个起点，一念迷了就出现了颠倒。我们现在懂得了求解脱，就是要让心恢复它的本来面目，不被八风所吹动，离开忧愁恐怖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能做到了八风不动心，心就会无忧无污染，得到真正的清净自在。最后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首我曾经说过的偈子：得失之心处世难，不得不失自坦然，回归无求心自在，原来心安一切安。